伊也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，也一地迄落过了十个，当然是真细间的迄个建筑物，伊嘛去申请这个文化遗产。若较想起台湾，若要讲文化遗产，就讲阿里山铁路，迄世界三条高山铁路的一条，这嘛无多难就是，这个文化遗产。要若讲自然景色，就太鲁阁，哦，迄规个拢，迄日壁个峡谷，拢家己就一千年看到天气咧，遐尼好，遐尼自然环境，佮保留讲即个原始原貌吼，安尼嘛无得呾，登记做世界文化遗产。